丁力本师释迦牟尼佛，丁力文殊智慧勇士，丁力传承达人上师，五声声声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大圆满。信息休息当中呢，就是前面讲了这个人生难得，宿命无常，轮回过患，业因果，一至三之事，五个共同加行，然后再加上是第六个，就是不共加行当中的皈依品。第六品以上已经讲完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就是讲这个今天开始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四无量性啊，就是第七品开始。那第七品开始的话呢，我们先念藏文啊，就是德德教颂定义刚才给选比萨的年纪没头这么该于是这当年就算跟着了盘皮的人格层面我这样太累了当忙着那层面那把日子这比较这比蓝地人这比蓝地人的这比蓝地这比切的大学的菜面的鱼今天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四无量性啊，就是四无量性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修任何的大乘这个佛法一定要修菩提心。这个修菩提心呢，我们大乘这个佛教的基本的这个修行法。但是要修修菩提心的话，在这个之前呢，一定要修四无量性。可能具体的一些修法呢，就是潜心备忘录里面呢，就讲的是比较细致啊，就比较这个圆满。所以按照藏传佛教的很多的高僧大德和就许多修行人的话呢，修菩提心的时候，就是首先尽量的会修这个四无量心。如果四无量心修的比较不错的时候呢，那么菩提心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让这个升起来。如果四无量心修的不太好的话呢，那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实际上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真实在相续当中升起来呢，确定会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在这个前面呢，要会讲这个四无量心。那么这个四无量心当中呢，就是要宣说四无量心的大乘书里面，就用四个可怕来讲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宣说这个四无量心，这个真正的四无量心和还有对，就是它是这个四种梵住吧，就是实际上哪四种修四无量心是哪四种呢？他这里是这样讲的：如是一句贵以者，慈心大抵开悲化，悉心量饮色尽罪，唯你众生修自心。全职无光尊者就是说，我们前面呢就是已经讲了这个皈依三宝啊，就是皈依三宝。作为一个已经就是皈依了这个三宝的一个佛门弟子的话呢，那么就是仅仅是陈留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还不足够的。啊，就是像原始佛教的一些南传佛教的话呢，也的确可能就皈依三宝之后呢，就是修一些禅定呢，就是修一些简单的这个法，就这样这个就已经足够了，就是他们觉得是这样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学习大乘者呢，就是就一定要用这个具足四无量心。那么具足四无量心呢，这个全职无光尊者呢，就是他这里有一种形象化的比喻来啊，就形象化的比喻呢，一般来讲我们这个适用的这种修饰法当中，就是不用这个相同的词，比如说同样啊、一样啊、相似啊，就是这些词不运用。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所相同的法和这个比喻这两者呢，就具足一个共同的特点来，然后就是相当于也是我们以一种历任的说法一样来，就是说明就是这两件事情的这个结合。
那么在这里就是说，作为一个皈依三宝的人来讲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为利众生。那么为利众生呢，就是这四无量行识，相当于是让这个众生呢，就是带入一个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个花园，或者说是一个清净的地方。那这样的话，这个次性呢，就是像这个大地一样的，就是所有的众生都需要依靠，就是他的，就是这个依靠这个次性呢，就是像大地一样的。然后悲心呢，就是在大地上，就是已经这个盛开，就是就所有的。这个就现化，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现化，而这个习性呢，哎，就是这个这样的这种很美丽的地方，开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现化呢，还有就是非常这个清爽的这个银两啊，然后呢还有湖泊啊，这个清净的水啊，就是这个呢就比喻成这个摄性，就是也就是说，让我们作为一个皈依者呢，就是对众生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这种美好的一个家园或化缘，让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就是。在这里就是息息相拥，就是快快乐乐的，就是享受这个大自然的这种美景，就是这是我们实践当中一般人呢，就是特别欢喜的一件大事。就同样的道理，就是让无量的众生的话呢，就是作为有一个这个皈依大乘佛法的这个这个行者的话呢，就是让一定要让这些众生呢，就是有这个。这个四无量性啊，就是四无量性来利益众生，然后通过这个利益众生呢，就是修炼这个自己的性啊，就是全智门风仁波切在那个《金匮教论》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这个没有任何的自私。然后呢，就是全心就是利他众的人的话，那就是谁都会就是喜欢依着他的，就像是一个美妙的这个树果累累的这个树啊，或者说是非常清净的这个水的话呢，就是人们都非常希望的依着它一样，就是所以我们具有一种利他性的人的话呢，就是那么相当于是它是一种这个化缘。或者说是一棵苗树，或者说是一棵清净的水一样，就是所有的众生都就是非常欢喜的这个依他啊，就依靠他，就是同样的道理，在这里也是这样，具有这个四无量性的这个皈依大乘佛法者，就是像饶益有情者这样的人的话呢，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就是会依靠他。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谁是非常非常的自私的话呢，那么就是靠近他的人呢，就是可能是逐渐逐渐就是远离了。就是谁是真正是有一种无私的这个利他的时候呢，就是靠近他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且呢，他们各自都会得到就是不同的这个一些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些这个价值观啊，就是这也是也算是一种这个自然规律，就是所以呢，就是佛陀啊，就是在这个《中般若经》当中也是告诉这个须菩提啊，就是说是作为大菩萨的话呢，应该修这个大慈心、大悲心。大悉心和大摄性，就是这个原因呢，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将这个四无量心跟我们实践的这个实践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四无量心的这样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个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若欲解脱道脱离，则是翻诸善有因，灭道所是次时者，越过有害四无量啊，就是这是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呢，就是没有这个这个出离性啊，就是与这个解脱道呢，就是完全是这个脱离的话，那么就是它是称为什么样呢？就是它是称为这个叫做是梵天，就是也就是说是就是四梵住啊，就是四梵住的话呢，我们这个四梵住呢也叫做是这个四梵住四无量性，那么它呢就是成为是什么呢？就是三有的因，就是要么是色界的因，要么或者呢就是它是无色界的因，或者是它是这个语界的因啊，就我们。实践当中就是就光是这个就有限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作为自己对境呢，就是观这个啊，就是他是很可怜的，愿他愿你痛苦啊，就是获得快乐啊，就是等等这样的这种观修方法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三有的因，轮回的因，就不能这个超离，就不能超离。如果什么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寂灭的道啊，就是寂灭的道呢，就是所色测，就是完全是以这个处理性，然后呢，就是观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就是以悲
性，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寂灭道来这个说色彻的这四无量性的话呢，那么它就是一定会是什么呢？就是越过这个三有轮回的这个大海啊，就是三有轮回的大海。那么这个呢，就是才称为是真正的这个叫做是四无量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四无量心跟这个四梵住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啊，就是有一定的差别。就是以前应该是在唱阿含经当中也是讲过，就是有一个国王叫做是这个毗叉利国王，就是他呢，就是接近就是死的时候呢，就是他把自己的原来的在家的服装呢，就是全部卸下来，然后身体上披上这个善衣，然后呢，就是他开始就是修这个四无量性，就是然后后来呢，就是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去的，就是他没有修什么其他的，但是呢，就按照唱阿含经的意义的话呢，就像一个人，就是他到最后的时候，自己就把世间的所有的琐事都放下来，就是出家这个修行的话呢，也会你可以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这个去的，就是现在也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呢，与这个四无量性比较相通的。就是各种不同的一些宗教啊，就是他们也是观众生可怜啊，观众生被就是修一些悲心啊，清净的心啊，那还要修一些这个觉知的心啊，就是就现在也是在个别的一些，包括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个别的一些教派的话呢，他们也会经常呢就是观修，就是禅修，看起来就是他们的身心都是非常非常的寂静，就是但是呢，就是他如果是没有这个就是以这个人我和这个法无我来色色，如果没有以这个菩提心来色色的话呢，就是那说明就是智慧和方便呢，就是没有这个。如果智慧和方便没有色色的话，那超离三有呢，就是很非常困难的，就是更不用说呢，就是利益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所以说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也要知道就是哪些人呢，就是修这个真正的这个解脱道，而哪些人呢，虽然表面上就是在正在这个修啊，就修的时间也。可能唱并且呢，就是他们会安住的这种时间呢，也是就可能跟一般人还长的。就是现在有些人呢，就是在一些寺院当中，在一些树下，还有在一些山洞里面的话呢，有些人是从早到晚就是一直嗅，就是那嗅的时候，就整个身上都是有很多很多蚊子咬了，也是就如如不动的，而且呢，就一直到这个整天都是在这个树下，在禅地呢这样的。但是这个有没有窍诀？有没有这个真正的解脱道实彻？就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就这个接头到设彻的话，那就是那可能这种修行呢，就是也是的确就比较心虽然暂时很寂静，但真正能否接头呢，就非常非常困难。就是所以我都有时候是看到有些。还是很三个很不错的有些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去这个出家，就是一出家的时候呢，就是也很随喜的。但是他们呢，好像什么温室都没有的，就是刚开始就一直进入一种禅禅的这样的一些寺院里面的话呢，我是一方面呢，就是比较担忧啊，就是什么基础都没有大，就是然后你刚开始这个穿上这个法衣，就是原来。法衣的话呢，我们一个领导呢，就是说是法衣，就是法衣就是法律的衣服，所以他认为是法衣就是法律的衣服，就是也可以说是吧，法律的三衣。所以他披上那个法衣，就然后呢，就是住一些寂静的地方的话呢，就是那么一方面很随喜，但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如果没有告号呢，就是确实也是能否解脱之因，就是这也是很关键的。如果不能成为解脱之因的话呢，我们寂生是很短暂的，就是不管是你一个寂静的状态当中度过这一生也可以，或者说你比较浮躁的一个状态当中度过的话呢，也并不是那么酷，就是像地狱的一些痛苦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很痛苦的。如果你没有像地狱的痛苦的话，像我们一般人间的这个痛苦呢，即使你没有这样的这个寂静的话呢，也基本上是就是可以度过的。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的。就是最重要的呢，就我们相续当中真的升起一些这个无我的这种智慧，就是同时呢，就是升起一些一个愿众生的这个四无量性的这样的这种菩提心，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那么它就称为这个生生
生四死解脱之因啊，就是菩提心也是称为解脱之因。我们前面经藏论的时候，就是大家应该就是有这个记忆了，就是所以呢，在这里就是也应该要想到，就是这个修行啊，就是修行就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尼伦生讲的再好也是不行的。但是呢，这个尼伦也没有，就是光是修行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所以我们学院呢，就是也是从这个今年开始的时候，那么就虽然我们这里有些发心人员都可能比较忙，但是呢，就是到了这个接近极乐法会的时候呢，还是同意要求，就是大家也是，这个闭关就是大概半个月左右啊，一个月左右啊，就是只是除了我们平时的这个闭关和修行以外的，就是大多数的道友的话呢，就是今年也是有这样的这种要求啊，就金刚香木柱这边有这个要求，就是所以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发心人员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呢，应该自己的一些发心啊、工作啊，很多方面就是要这个调整啊，就是像一些国外的话呢，像法国和一些德国的话呢，为了就是三年以后的，就是30天的一些发会的话呢，就是他会提前就是做很多很多的这个调整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有些是100天，有些是为了30天，有些是为了2个礼拜的话呢，就是他也会提前就是做很多。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是比较懂这个规律的，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呢，还是大家都会讲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也会讲这个效率，就是然后我们自己的修行的话呢，人生还是需要有一些安排，就是有些人觉得凡是明天什么的，我今天都不知道，就明天起来就起来吧，然后我想做到哪里就走吧，就是就走，一直想停下来的时候停下，人生没有任何规划，人生没有任何目标，就是凡是想吃的时候去吃，想睡的时候去睡，就是那这样的话恐怕是不是很好的了，就是应该至少也是自己1年2年，就是应该这个就如果是还是很有智慧的话，那就是整个自己的这个上半身是你这么度过的，下半身呢就是这么度过，要下半身的话呢，你要分几个阶段，就是应该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呢就是有大致的这个规划，有时候是我们这个规划呢就是不如变化，就是就快了，就是你规划得很好的，画的蓝图是非常非常面貌，可是呢就是在你人生当中就是实现的是不一定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图案就是有时候会有变化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有时候呢应该就是这个人还是需要有远见，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是要关于一些大的方向的一些事情，就是不管个人的事情，要个人的修行也好，还要跟我们的这个集体的一些这个发展的话呢，应该要就像我们现在实践的一个企业的话呢，他们经常这样一个企业的什么这个愿景呢，就是他的一些目标啊，就是还要这样一些所谓的他的一些宗旨啊等等的，就是所以我们佛教呢就是也完全是一样的，就是大乘佛教呢每一个寺院每一个学院每一个宗心也应该有不同的这样的这种这个目标。下面就讲这个宣说有远近的这个差别啊，就是宣说有远近的差别呢。好，每个人他引出啊，去年了，那么跟吃不把没皮没把没得，俺们吃有的娘子引出啊，拉没那马的没皮长皮尖，那农民他的话就是那，人家这人是经济发展下，对吧？没得那东儿几年他就长就是拉了，你让吃当真的，想当年这个当牛米儿。Rnan bab de tu dungur charwata gadam jer sim nyum lerun du de 下面我们讲这个悲无念心啊，就是四无念心的话呢，就是它有有眼的四无念心和无眼的四无念心。有眼无念为有眼无念中为有眼，住遍发心为无眼啊，就是它这里它的这个所愿境呢，就是所愿境呢分两种，就是一个是这个有眼的这个四无念心，还有呢无眼的四无念心。那么有眼的四无念心呢，就是它是这个观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就是实相的我们四素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这些
大千世界的所有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呢，他有一种这个执着的，也有一些这个对境的，就是这样来观修的话呢，这叫做是有缘的这个四无量心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叫做呢，就是观这个法性，就是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实际上是他们的这个本体呢，就是也是跟这个法界无二无别的啊，就诸遍就是法性的。那么如果我们观着这样的这个众生呢，我们将那个如种论的时候呢，就是将这个缘法的悲心，就是缘这个众生的悲心，就是所以如果我们缘这个法性，就是缘这个每个众生的这种法性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空性和光明就是无二无别的。如果我们这样来这个观修的话，那就是这叫做是无缘的这个四无量心，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深印菩提心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实树菩提心的话呢，我们实树菩提心，就这个我们下面会讲，有缘和无缘应该后面，可能后面对后面也会讲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四无量心呢，就是依靠这个众生而观的，依靠这个法性而。观的，依靠法性而观的话，那就是这叫做无缘的这个四无量心；依靠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而观的话呢，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有缘的这个四无量心。就是实际上，这个为什么叫这个四无量心呢？这个未曾有因缘际呢？就是大乘，就是这个经里面就是有一个叫做未曾有因缘际呢。那么未曾有因缘际里面呢，就是讲这个终身无量故。慈心就是无量，众生无量故，悲心悲也无量，众生无量故，喜也无量，众生无量故，舍也无量，就故名为四无量心啊。就我记得有这个《未曾因缘经》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因为众生无量的原因呢，我们要观这些众生的话，那就是慈心就是叫无量的，然后众生无量的缘故呢，就是观这些所有的众生，就是愿他们就是这个离开。痛苦的话，那就是这叫做是悲心无量。然后同样的，这个色心和细心呢，也是无量的。就是观这个为什么叫这个四无量心呢？就是四无量心的原因呢，因为这个所愿的众生就是无量。其实我们观真正这个观修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没有实际在你的这个禅定位就是这样修行的话呢，说起来就是很容易啊，就说起来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一个观的时候呢，你可能很难就是升起来啊，就是升起来，就是这是我们下面还有会有一些观修这方法吧。那么。前面是就是讲这个这个不净这个所缘的过患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首先呢，就是第一个所说不净所缘的这个过患呢，就是不清净智所缘尽，由缘智故梵天应，就是那么如果我们观一个众生呢。就是这个没有观成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话，实际上是这个观修方法呢，就是不究竟的。就是它呢，叫做是什么呢？就是它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四无量心呐。就是不成为，就是因为不只是不清净的所缘，不清净的所缘境呢，你只是观一个众生，只是观两个众生，只是观三个众生，就是有限的这样的众生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种这个观修呢，就是不能称为就是无量的，这个应该是它叫做是有缘的心。那么有缘的心呢，就是只能称为，这个梵天的印。只能称为第十天的因，只能称为这个自在天的因呢，就是除此之外呢，你不能完全就是称为这个怎么讲啊？就是所有的就解脱之因呢，就是解脱之因。因此呢，就是讲我们这个。以前也不是说过吧，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妇女呢，就是她带着一个女儿，然后过河的时候，过恒河的时候呢，互相都升起悲心，就是后来互相都升起悲心的原因呢，那么就是两个都就当场已经死了，就死了以后呢，就都这个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去了。
啊，就是还有心地观经里面呢，就是讲法有点不同的，就是心地观经里面就是说呢，是一个妇女一个女人呢，就是抱着一个孩子，然后过恒河的时候呢，就掉在这个河里面，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孩子可能就不会灌下什么，但是那个母亲的话呢，她就像这个女儿如果没有这个死的话呢，我自己死了也没事，就是对她就是升起一种背信。就是后来，他的母亲呢，就是转生到，就是刚才这个，这个他的女儿的母亲呢，就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去了。就是所以稍微可能说法上面有不同的，也许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经典的意义吧。就是，生移民。登信也得梵天过吧，就是我们这个，如菩萨行论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参僧一个比较这个明净的这个禅定的心的话，那也能获得这个禅定的果位啊，就是也是有限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颗心吧，就这叫做是从四无量心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悠然的，或者说是不清净的。佛陀在这个这个三桥方便经里面呢，就是三桥方便经里面也是。讲过，就是一个婆罗门在这个很长的时间当中就进行这个修行，就是后来呢，就是他啊，就是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女人就是产生这个染污之心，就是然后对他呢就是产生极大的这个背信，就是后来就是他这个还俗，然后跟他成家这个12年之后呢，就是他又开始进行这个修持这个行持他的清净的这种戒律和法，就那么后来呢就是。积累了很多的这种资粮和这个圆满了，就是很多的这个功德，就是这也是实际上是它是一种悲心，就是愿这个众生呢，就是非常这个可怜的，就然后这样的这种心呢，就是而这个产生的。但是这种这个想法的话呢，就是现在有一些的人呢，就是学了一些这个谦信呢，就是听说我们这个一些这个汉地啊，就是包括有一些这个居士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一些这个出家人呢，就是对一些上。是啊，就是经常呢，就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就是一些这个产生一些这个染性啊，就是甚至呢，就是用这种这个方式来，就是经常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扰乱，就是但这个的话呢，就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要这个向导，就是尤其是一些染性就是没有断的话呢，很多清净的这种法呢，就是就没有办法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些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首先最基本的。啊，就包括这个，你是一个出家身份的话呢，就是应该出家有出家的这个自己的一些基本的这种修行啊。就是如果你这个都没有的话呢，那这个出家心相呢，就是也没有用的了，就是没有用的了。然后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在家居士的话，那就是在家居士呢也应该像一个这个居士。那么作为一个上士的话呢，就是上士也有这个上士的一些清净戒律啊、文思修行啊，就是具有这个大慈大悲心啊，就是他有他的一些法相。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能以一些相似的这个行为来，就是染污这个这个清净的这种这个行为和就是教法，就是这样之后的话呢，就是对自己的心呢，就也会带来就是非常多的一些痛苦，就是所以说呢就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像那个行说婆罗门那样的这种这个大悲心的这种上师呢，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几乎可能找不到的。那么其他那样的这种可能是精神。有一些问题的，就是你从当中经常有一些，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就是就根本分不清楚，就是所谓的这个佛法和贪欲之间的这个差别的，就是这样的人呢，可能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性非常浮躁的，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可能越来越多了。就是这样的女性的话呢，就是自己也应该就是疏忽自己的性，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清净的性和染污的性分不清楚的话呢，那可能修行呢，就是就没有用的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大乘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更重要的呢，就是要调伏自己的这个心，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是表面上看的话呢，就是也是就不如法的这个行为啊，就不如法的行为呢，虽然可能有一些大成就之后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很多这个烦恼，就是有这个转为道用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汉地的禅宗当中，这样也是有这个烦恼即菩
地的这样的说法，在藏传佛教的密宗当中也是有，包括一些仙宗当中也是有。但是这样的境界呢，就是一般人来讲是可能谁也就是没办法就是享受的，就是所以说自己呢就是也应该是用这个清净的心来就是调整，而且呢这个无论是在任何时候的话呢，就是清净的心位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一部经典里面就是须菩提就是这样说的，就是须菩提就是他说呢，他说他到这个城市里的时候呢，就是有些如果众生呢就是对他的行为产生一些这种恶性，就是产生一些染污之心的话呢，他宁可呢就是不去化缘，就是他有时候就他有他宿命通，就是他用宿命通来观察，就是与他接上怨的这些众生呢，会不会对他产生这个染污性？如果他产生染污性的话呢，就是他宁可就是一天都饿着，就是他不去化缘，就是让很多比丘问他，就是须菩提，你为什么今天不去化缘？就是饿了。他说是我害怕，就是别人对我产生染污性，因为我以前呢，就是因为我的行为导致呢，就是别人产生染污性。因为别人产生染污性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后来我自己呢，就是在千百万年当中，地狱这个受了无量无边的这个痛苦。所以从此之后的话呢，我发现就是其他众生对我产生这个染污性的时候呢，我宁可呢就是不去化缘，我宁可呢就是不去站着，我宁可呢不去坐着，就是他这样子。如果他的沾你这种沾你的这种行为对别人产生染污性的话呢，就是他宁可呢就是不愿意，就是他就是站着，就是再这么累的话呢，他就不站着，一天都不站着。他如果他的这个做事呢，就是别人产生一些染污性的话呢，就是他也是就是宁可一天的站着，就是不愿意坐着，就要护这个众生的心啊，就护众生的心。所以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的话呢，就是这个佛法呢，他的佛法的真正的这个教义呢，就自净其意，是诸佛法。自净其意的话呢，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原来的这个不清净的心呢，就是改为这个清净。也就是说呢，就是原来是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贪的心；原来是嗔恨心呢，就是变成无嗔心；原来是痴心的话呢，就是变成无痴之心。这叫做是真正的自净其意。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佛教徒的很多很多的行为呢，就是与这个佛教啊，就是背道而驰的时候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呢，可能会就是带来就是各种就是问题啊，就是各种问题，就是下面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交界啊，就是交界呢，就是虚虚解脱的，因为我们前面的已经分了，就是这个什么是指真正的这个四无量心啊。那么唯此无缘，如啊解脱，具备性质当修学。所以说呢，就是只要像真正像那个求解脱的人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前面讲呢，就是应该无缘的这个解脱，就是四无量心。那么这个四无量心呢，就不要这个修一些有缘的、有显的，或者说是只是观一个众生、两个众生。虽然观一个众生、两个众生，暂时能让他就是获得一种这个快乐，就最后自己也可能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啊，转生到一些人间呢，就有这样的。但是呢，就最终就是不能真正这个获得这个解脱。所以呢，就是唯有希求解脱者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修这个慈悲喜色的这个四无量心，就是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下面先说这个真实的这种这个所愿境呢，就是不惧快乐自由，请痛苦所比可怜者，幸福贪请成熟者，慈悲喜色这对境。就是那么这个他的所愿跟这个心这个四无量心呢，就是结合起来讲的。这样的。那么什么是这个四无量心的对境呢？就是对境就是不惧快乐之有情呢，就是我们这个次无量心的对境啊，就是也就是说次无量心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不惧快乐之，很多人听不懂是吧？中间就走了。
身体不好没事，你们走吧，走就走，一个小时也待不住。怎么讲的？刚才说，就是说这个次无量心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要看到这个不快乐的这个众生，然后获得快乐，就是这个是次无量心的这个对境，就是也就是说不快乐这，然后被无量心的对境呢，就是痛苦这个所逼迫者，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可怜的这些众生，然后呢，细无量心的对境呢，就是像获得这个，就是像不离开这个幸福的，不离开快乐的，是这样的这种对境。然后是无量心的对境呢，就是说具有这个贪心和嗔心的，就是对自方就是非常贪的，对他方呢就是很嗔恨心。但是愿他们呢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情缘平等的，就是这样的这种境界。就是那么这是分别呢，就是次无量心和被无量心、细无量心、是无量心的这个对境啊。就是我们其他的有些经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慈无量心的话呢，就是度脱一切众生啊，还有这个悲无量心的话呢，就是让这些众生呢，就是获得这种快乐啊，还有什么啊，就是细无量心的话，让这些众生获得这个佛法的一些境界啊，是无量心的话呢，让这些众生获得什么啊，就是平等自信啊等等，就是也有文殊菩萨就是说这个南罗燕的，就是这样的，有些经典里面的也有不同的一些说法，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样平常我们经常讲呢，就是悲心呢，就是愿众生这个就是愿众生离开痛苦。慈心呢，就是愿众生获得快乐，就这样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其实他们的真正的这个意义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心当中呢，就是也有悲心，也有喜心，也有摄心，就是这样也可以讲。但是我们所谓的无量这个无量心的话呢，那愿所有的这个众生，我们这是观一个人类的话呢，就是这不叫这个四无量心，就是因为人类是这是有限的一个众生啊，就我们平时做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护贫啊，就是做一些慈善啊，这样就是个别的众生的话呢，就是他是不是一个菩提心的行为呢？应该是，就是像《华严经》里面也是讲的，就是说若见诸贫穷，老病诸疾苦啊，就见到了一些贫穷的人，就是或者是就是衰老啊，就是疾病啊，就是这样的这个痛苦呢，就是无所归依者大悲普次念吧，就是说是。就没有这个依靠处的这样的众生呢，我们用大悲心来饶以他，大悲心来，就是护念，就是或者是垂念他，就是那么这种心态，就是实际上是它是一种这个菩提心的就部分吧，就是菩提心，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特别贫穷的人，看到特别就。疾病非常严重的人，我都最近接触很多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贫穷的人啊，有时候看到这些贫穷的人真正的他的这个家庭啊，他的一些包括一些他的这个肤色啊，他的一些穿着啊，就这个时候的话呢，那真的也许可能你在自己的这个很舒适的屋子里面逛很长时间的这个被无量心的不入呢，就是这样的人就是看到以后的这种这个可能力度大，就修行可能好一点，就是《华严经》当中还会讲，就是什么常与逆众生不求自安乐啊，就常与逆众生不求自安乐，功德庄严胜饶以欲一切，就是这是也是我刚才引用的这个《华严经》的后面呢，也会这样讲的，就是经常呢就是向利益众生的不求，就是自己的安乐，还有呢就讲什么呢，就是用这个这样的这种利他心呢庄严自己的身体呢，他会就是真的会饶以一切众生的，就这样的这种发心呢，就是也非常的难能可贵。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先一步一步的，就是可能要做，否则的话，我们磕头上的是说得很好。现在很多大乘佛教徒哇，就是降这个。
大悲菩提心的时候的话呢，就是非常善巧，就是因为经常就一些所谓的一些，就经常包括我们这个堪布当中啊，堪布当中啊，有些人讲的都是特别特别好，但是真正让他实际去做的话呢，可能是就是照顾一个病人，就是一天也他不愿意，可能是，然后呢，就看一个可怜的一些孩子啊、病人呐、啊，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他实际行动真正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他不一定就是他自己的所有的人力啊、财力啊，可能用在一些就是特别就是带有一些自私心的一些这个项目当中去啊，就是这种现象呢，也是非常多的。就所以真正的一些大乘佛教徒呢，我们说的时候是观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离苦得乐，就是。这是我们说的是这样的，但是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从身边做起，就是对一个众生一个众生的要做，就是你遇到一个可怜的众生呢，你就帮助他呢，就是这就是真正的四无量心的一个行为。不然的话呢，你是观无量的众生，但实际上呢，跟一个众生也不去做饶益，就是而且明明是自己有能力，明明自己有这方面的这种资源。然后你没有去做的话呢，我们人生是有限的，就是所以我自己呢，有时候也是感觉到，就是可能做的过程当中，可能自己也很累，还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麻烦呐、困难啊，就是这是肯定，首先也是能感觉得到的。但是呢，真正到后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结果啊。就是结果的话呢，就是的确有时候呢，我以前就是大概是四五年前吧，就是帮助一个学生，但是我的记忆当中呢，就是模模糊糊的，不是很明显的。昨天他已经就是找到一个工作，就然后呢，找到工作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就这个信息是非常很长很长的，但是里面讲的很细节，就是他们原来就是怎么样的这个生活，就是后来呢就是怎么样改变的。有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对我们有些人来讲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行为呢，也许呢，就是可能对别人来讲呢，就是这件事情呢，就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路上呢，一个小虫呢，就是被这个太阳就是晒的，就是非常的这个。就可怜挣扎，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就是操纵泥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这是可能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呢，就是他的这个神明的这种延续，就是远离了就是当场的疾苦，就是所以有时候这个真正的这种四无量心呢，就是虽然他是说是无量的，就是但是无量的这样的这种内容呢，我们从自己修持的时候呢，可能会一个一个众生就是做起，就是否则的话呢，就变成。成一种理论上了。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徐祥的乐逆痛果不离喜欢性看呢啊，就是那么这个四无量性的这个意象的话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心态，就是他这个四无量性的他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称许就是他的这个心态呢，就是得安乐逆痛苦。不离欢喜性堪能，也就是说是此无量心呢，就是得安乐的，愿众生无量的众生得安乐。而被无量心的心态呢，就是愿离就是一切的痛苦。喜无量心呢，就是愿他们这些众生呢，不要这个离开这个快乐，就是欢喜。然后心无量心呢，色无量心呢，就是对这个亲缘的这种贪嗔啊，就是嫉妒啊，就是这些全部这个消失啊。那么这个道理呢，我们会在经传。论当中呢，就是专门讲，比如说为什么是对众生产生这个大悲心呢？就又讲了这个十种这个原因啊。比如说有些众生呢，他是被这个魔已经这个扰乱了；有些众生呢，就是他没有这个自由，就是被束缚在、被关押在；有些众生的话呢，就是他被各种的这种贪嗔痴烦恼呢，就是已经非常炽然，就非常这个厉害，等等，就是有这个十种众生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观这个。悲心的就这样也会就是降了很多。还有我们这样的这种四无量心的整个因缘来讲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每一个众生呢，都有可以观这个大乘的这个四无量心的因缘，就是这个叫做是因缘啊，就是因缘。然而这样的这种大乘四无量心呢，依靠一些善知识来给你进行就传教，就是传输啊，就这叫做是正上缘，就是正上缘。然而这样的这个四无量心呢，我们依靠一些不同的对境，就是可能会看到可怜的众生呢，看到需要帮助的众生呢，那个时候你升起这种四无量心的话，这个叫做溯缘缘。然后这些因缘就是前前的这种因缘和后后的这种这个过之间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不可就是间断的因缘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登陆见愿，就是通过我们四种因缘呢，就是也可以让了知这个四无念心啊，就是四无念心。那么下面呢，我们会降到就是什么呢？就是会降到修法啊。我们这个人一般没那样，当不刚子痛了当牛。对，你让讲呢？对，你个人什么工？对，我们也是什么？他们是老路一那帮子都打不着些，打打怕当骂当写了吃，咋了当完等着什么就按。通他地面天子战地将他们老祖西将攀巴者第一真人论论成功写等次。下面我们这个修法呢，它是从大的方面用这个四个来分的，就是然后就四无念心，然后这个苏仙子降的四无念心，四无念心也是从十三个方面来降的，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是第一个降那个四无念心啊。修法次第虽不顶初学者，初学菩提伽罗者，俗现观修四无量，亲属平等，修于三啊，就是他这里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啊，就是平等的话呢，有些是先就是修这个背心，然后修次心，然后再修细心和摄心的，也有这样的。有些呢就是先修次心，然后呢就修背心和细心摄心，就是这样的也有。但是按照无光尊者的话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修法次第虽然只是并不是完全是确定的，但是按照他的一些传承上升的话，认为是作为初学者的初学者的菩提伽罗，初学者的修行人呢，先应该是最好观这个四无念心，先把这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对可能自放这个贪的比较厉害的，对他放呢嗔恨心很厉害的，先我们把这个自他呢，就是就平等，自他如果能得到平等的时候呢，就是在观修这个四无念心呢，并不是这个很困难的啊，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先呢，就是应该是用一种这个自己自放的啊，你的父母。你的老师、你的亲人、你的这个兄弟姐妹等等等，就是这些呢，我们平时是哦，这就是我的人，就是你要就给他出钱呢，你也愿意；你要出力的话，那你也愿意。然后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甚至对你关系特别不好的那些怨恨的敌人的话，那就是那你就根本呢就是不愿意，就是帮他的，就是那这种心态呢，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平等心，而且这种心呢是我们世间当中的就是最不好的一个心啊，应该是佛陀这个方便报恩经吧，就是在报恩经当中叫四正记父母。十正记父母什么记住众生类，就是意思就是说师长啊父母啊还有一切众生类的话呢，就是缘亲平等性恩德登无二，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父母兄就是什么这个师长等等和所有的众生呢，就是亲缘平等，就是如果我们能修成这个平等性，就是心愿平等性的话呢，那么这个应该这个意思，这个亲缘呢就是应该修持这个平等性，那么这个平等性的这样修行的话呢，就是这个平等性不是这样的意思，就父母和那个所有的众生类呢就是应该这个亲缘要平等，就是我们要修平等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从自身来讲呢，就是父母对我的恩德和其他的这个众生对我的这个恩德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啊，就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佛陀《佛报恩经》当中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真的能这个相通的话呢，就是以前那个佛陀也是这个旁边就是赞叹，就是这个别人赞叹罗诃罗和这个赞叹提婆达多的话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偏心吧。就是佛陀是的确也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供的，就是别人对他的这个赞叹啊，还有那个应该是大智度论里面的，就是大智度论里面也是讲的，就是种种恶慧佛也无相，种种尘与佛也无细相啊，就是这句话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如果我们用种种的这个恶语来诋毁佛陀的话，那就是佛也没有就是对他恶性相，就是没有。然后有用种种的这种
这个沾雨，有重重的这个沾阳的这种刺来，这个沾阳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佛也没有什么就是欢喜啊、开心啊，就没有什么的，什么大慈悲一切亲缘等无量，就是好像后面还有两句，就是说佛陀呢就是用大慈大悲来就是一视同仁的，就是亲缘呢就是完全都是平等的，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个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境界吧，就是这种境界，就是所以我们先就是为什么要修这样的这个摄行呢？我们可能现在做不到，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亲朋好友死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很痛苦的，然后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呢，好像也无所谓的。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大乘佛子的话呢，真的都要会这个一样的这个有同情感呐。最近呢是在天津这边发生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爆炸，然后死了非常非也死的人也可能比较多，就是但这个场面看的话呢。就特别可怕啊！就是光这个车辆都是这个，可能就是上千辆，就是然后具体死了什么样的，多少人呢？就是也有可能不同的一些数据，就是但是这个不重要，就是更重要的话，看到这个众生啊，就是受到的这种灾难的话，那就是确实也是非常的这个可怜，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想到自己这个自身。就遇到这些的时候呢，就是心里就是特别难受。然后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呢，可能就好像心里呢就是没有就是那么的刺痛，就是这就是我们修这个大悲菩提心呢，就是修的不好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应该呢，就是长期的这个修行的时候，到一定的时候呢，跟自己的这种亲人跟怨恨的敌人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就是到就是这种这个境界。然后，然后，就下面就是讲这个摄无量心的所缘呢，彼所缘尽诸众生心中如是当观察，谈尽父母又称弟，如知此心即恶劣。我们这个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经常就是观到任何的众生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就是观察。我们虽然就是今天贪着我自己的父母、亲朋好友，啊，我呢就经常憎恨呢，就是怨恨的敌人，跟我关系不好的、疏远的这些人。但是这样的心呢，就是非常的恶劣。圆觉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自他的憎爱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无法这个称道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对自方呢，就是有一种爱；对他方呢，有一种憎恨。就这样的心的话呢，就这种种子呢，就是让我们成道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啊，就最大的一些困难，就是所以我们要发现得到，就是我们特别特别贪着自己的亲朋好友，贪着自己的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然后有特别憎恨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跟关系不好的危害自己的这些的话呢，就是这种。心是非常的这个恶劣，为什么非常的恶劣呢？因为所有的众生呢，就是都是对我有恩德的，而且呢，他们都会辗转，就是就变成冤敌和亲友的。下面讲一念众生之恩德呢，无师无种漂泊世，次第也成父母有饶以悦我，具恩德，其能恩将出报应。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漂泊的时间呢，就是是非常的漫长，就是无始无终的。在漂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些敌人啊，对我关心不好的，就是连一刹那也是不愿意住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连一不想跟他说话，也不想就是聚在一个地方。这样的，你心里所谓的这些怨恨的敌人呢，其实。无始以来的自己也当过这个父母，原来也应用过一个教证啊，就是所有的众生也当过父母，所有的众生也是当过敌人。但是呢，我们作为大乘佛教徒的话呢，那么当过敌人呢，我们不去管他了，就是然后呢，我们当过父母的恩德去观想的时候呢，对我们的成就是有利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些敌人的话呢，就是无始以来的自己也当过，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父母，而且当父母的时候呢，也是对我饶以具足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那么他们对我有这样的功德的话呢，我们怎么会是恩将仇报？我们怎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暂时的一些可能对他的行为的。
不好啊，或者是我自己的行为导致别人不满的时候，我对他就进行危害啊，就是其实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现在认为是我们的怨恨的敌人的话呢，无始以来的是当过父母的。有些人呢可能是寄生当中对我当过这个就非常就有恩的人，但是我们自己也许可能没有想到的。以前那个佛经里面都是有吧，毗来一经当中，不知道你们记着没有，就是那个为圣元王。为圣元王的话呢，他为什么叫为圣元王呢，就是他没有生下来的时候的是已经就是对他的这个父亲呢有这样的一种有仇恨吧，就是有仇恨。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婆罗门呢，就是就死的时候呢他就临死的时候就是这个发恶愿，就是咒，就是说是我你今天既然害死我的话，我将来就是变成你的孩子，就是这就把你害掉，就是当时那个毗婆娑罗王。然后当时他的就过两天的话呢，就是他家里就是生儿子，然后他就觉得是他就想起了原来婆罗门的恶咒，就是然后他就从那个炉顶上呢，就是把他这个摔下去了，就是结果呢就是当时没有这个摔死，就好像他的一个拇指还是断了还是什么的。后来呢就是他又像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就是然后没有让他就是再就是把他烧死，就是然后就让他慢慢就抚养过来了。到后来的时候呢，提婆大道就是然后对这个维森元王和毗婆娑罗王之间就是搞一些挑拨离间，就是说是因为提婆达多呢，就是他很想获得一个对释迦牟尼佛竞争的一个对，就是毗婆娑罗王是他是一个很大的施主，就是所以把他如果杀死的话呢，维森元王可以跟自己关系很好。然后他说是你笑的时候你想不起来，你笑的时候原来你的父亲呢就是你对你怎么这么不好啊。后来就是维森元王就是很生气，就是把他关起来，就是就我们将关禁的时候也讲过吧，就是让他就饿死，就是这个时候。那么正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卫生元王他自己的儿子呢他自己的儿子呢特别喜欢看一些斗技啊，就是然后有一次吃中午饭的时候让他过来，就是他一直不过来。然后来呢这个孩子说是如果既吃东西的话呢我来吃，如果不吃的话呢就是我不来。后来呢就是他也比较疼爱，就是然后呢就是让既也是一起过来，就是然后当时维森元王呢就是觉得是我这么大的国王跟这个既一起吃饭呢就是很不好，就是然后他对那个他的这个母亲吧，就是说是我对这个孩子是非常非常疼爱，不然的话呢我不可能是跟他那个这样的就是吃饭就是一起吃饭。然后他母亲呢就是说是其实你不知道，就是你父亲呢对你更疼爱，就是以前你那个笑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你这个肢体就是有什么生创，就是然后戒弄啊，然后晚上的时候你一直哭着的时候，父亲把你的肢体呢就含在嘴里，然后含在嘴里的时候呢，你当时因为父亲含在嘴里的原因呢，你就疼痛稍微轻一点，然后你就睡着了。睡着了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你书上的这些这个恶龙呢，就是全部在那个他的父亲的嘴里。然后父亲呢害怕你那个教训，就是又疼痛呢，就是他自己把那个弄呢，就是全部都这个印下去，就是一直是把你这样培养过来的。所以你今天就跟他一起吃个饭都没不算什么呢，你的父亲是更疼爱你，你不应该就是害死他。就是后来呢，那个卫生员外也想起来，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想哎，就是我的父亲也实际上是我不只不过是想不起来而已，对我还是挺好的。这样一说的话呢，让我去就还是让他放了吧。就是后来好像去他放的要准备放他的时候的是他父亲都已经死了，就是就因为他这个前世的一些恶缘和发愿呢还是因缘呢也有一些关系吧。就是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对自己的父母的恩德非常非常大的，有些时候的话呢可能怨恨的敌人呢寄生当中对我也是有恩的，那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但无始以来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有恩的。所以这些大乘佛教的有些理论的话呢，我们大乘修行人呢在实际行动当中去多多的这个思维，否则的话我们的很多观念呢就是实际上是颠倒的，就是确实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是正确的，敌人就是敌人，就是情人就是情，一定要这个情愿奉命，就是这就是我们现在凡夫人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但是这种原则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也有很多就是不合理的成分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要讲到就是为什么要这个一向这个
众生的恩德的话，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对自己有恩。如果我们这样的这个观念转变的时候呢，就像刚才维生阎王也是，他原来觉得父亲很坏的，就然后后来呢，就是觉得说啊，其实这个他的父亲也对他很好。就是如果他这样的观念下，父亲没有事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把他这个父亲就安置的很好的。我们众生也是这样的，我们原来这个地人是非常非常坏的，比如说你们自己的这个以前产生过一些矛盾的，就是这个人呢，我很坏的。如果我们一想起来，其实他对我也带来很多的这种快乐。是，也许今生当中他是坏人，但是呢，他前世时他是好人。也许今生当中我对我的家人呢，这些是好人，但是他前世呢是我的敌人，就是。所以在轮回当中的很多事情呢是比较奇妙的，就我们认为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也不一定。我们今天认为是这是对我最亲切的、最好的、最爱的人，但是呢，他过一段时间也许对你的危害更大的，就是这也是很难说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佛陀所说的有些金刚语言，你细的去思维的时候呢，就是也会明白很多的道理。好，今天讲到这里。Om Rabbah Zanati, Om Rabbah Zanati.